然后看这题哦，考试平时考题共有20题，这样行不行？选项却是选一的选择题，答对每题给5分，答错给0分，我分全每题都用猜的，好不好？而且呢，任选一个选项，每个选项几率一样，则平时考当中该升的期望值多少？考试直接来，好不好？因为选择题乱猜嘛，所以说正常来讲，猜对几率是几？我猜乱猜单可能猜对或者怎样猜错，猜对几率是几？四分之一，猜对可得几分？5分，猜错哎，猜错是四分之三，可得几分？0分。所以说对一题来讲，我每猜对一题，猜对几率是猜对一题可得几分？5分。所以猜对一题几率是几？四分之一可得5分，猜错是几？四分之三得几分？0分。之后麻烦你记得全部再乘上几题？25题，对吧？可不可以？可以齁。所以说注意听，全部乘上几题？抱歉，全部乘上几题？20题，对吧？所以说算出来是几？四分之五乘上几？20。可不可以？四分之五乘上20。所以算出来告诉我希望是几分？25分。OK。